真的对不起，没事没事，已经不疼了。亲姐姐，加倍倍了啊！得叫舅妈。这么年轻漂亮的大姐姐，怎么能叫舅妈呀？当然是叫姐姐啦。这么喜欢就叫教练。喜欢呢，我舅妈的眼光就是好。舅妈，你多叫几声我听听看。舅舅，我爱你。回头。老爷，我最喜欢乒乓球，也最喜欢吃那家法餐厅了，我真的要爱死你了。叫舅舅。舅舅，在学校对面给你买了一个五十平方的单身公寓。舅舅，我爱你，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。开车呢，别闹。等你老了之后，我伺候你，我给你端屎端尿。舅舅，地还没拖完，我先去拖地。行，坐。我觉得你太坏了。舅舅，爱我如生。 四万花洒，姐对付你凑合。多少钱？4万5。滚！我舅舅要买这个花洒，我舅舅，你个葛老太一毛不拔，我不会祝福你跟那个女的幸福的。说几句好听的，你不会祝福我跟那个女的，那个女的是谁呢？舅妈，舅妈，舅妈！我就会突然好想转账了。行了，我要靠近姐姐，要不然你就回家去。 姥姥，周三我得快点掉地上。我不跟你急。快要起床了，时间晚了。姥爷，起床！啊！周老爷，慢开，我们呢？叫姥姥都不好使。哎呀，小子弄到碗里了，你怎么行？两个孩子是妈妈，小的时候呢，她的老给我，长大了呢，就怕大家外面遇到坏人。来了。 今天去打工了，你不是天天都去打工吗？你撒谎了，我就是为了谈恋爱才不回家的。工作该给怎么样？赚钱好难呀，我花了那么多钱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你能花多大力气才能赚到那些钱呀？舅舅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。我生气是因为你因为一个男人骗自己的家人，你和魏润错，要是还没有蠢到，你还打，继续打我。 给你第一次赚到的钱，什么都没有，以后会给你买好东西的。